嗡阿弥陀瓦舍，嗡阿弥陀瓦舍。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啊，最好加念这个嗡阿弥陀瓦舍，这是阿弥陀佛的让众生往生净土的心咒，也叫弥陀心印。平常念可以消除灾祸，消除疾病，命中往生净土，而且啊，保证上品上升极乐世界。嗡阿弥陀瓦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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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阿弥陀瓦舍。嗡贝玛达雷吽，嗡贝玛达雷吽。贝玛就是莲花，达雷就是救度。阿弥陀佛用莲花救度一切众生，所以常念这个咒可以消除一切业障，保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并可以超度死亡的众生跟人得生净土。嗡贝玛达雷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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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贝玛达雷吽。阿弥陀佛大乐心咒。嗡阿弥陀佛阿依悉地吽舍，嗡阿弥陀佛阿依悉地吽舍。我们常念阿弥陀佛的人也记得念这个心咒，你常念业障消除啊，念满30万遍一切如愿，乃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现世的一切非死亡，就是意外死亡，皆得消灭。更重要的，地狱鬼道尤其畜生道，听到阿弥陀佛心咒，皆得脱离三恶道，将来得以往生净土。嗡阿弥陀佛阿依悉地吽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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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阿弥陀佛阿依悉地吽舍。阿处佛心咒，南无波揭发帝阿处毗亚梭哈。南无波揭发帝阿处毗亚梭哈。阿处佛也叫做救度三途恶苦佛，所以帮助地狱鬼道乃至畜生道，常念这个阿处佛心咒啊，就能够帮他们超度，功德无量。南无波揭发帝阿处毗亚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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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持念珠咒，我们每天都要念佛，拿着念珠加念这个咒。嗡如是那玛尼扎尔瓦达雅吽，嗡如是那玛尼扎尔瓦达雅吽。如果念7遍，吹一口气在数珠上面，不但魔不侵，你每念的佛号跟咒语都变成千万倍的功德。嗡如是那玛尼扎尔瓦达雅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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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如是那玛尼扎尔瓦达雅吽。绿度母心咒，嗡达雷杜达雷杜雷梭哈，嗡达雷杜达雷杜雷梭哈。观世音菩萨帮助众生离苦，也现出绿度母的形象，常念绿度母心咒，能断除轮回痛苦之根源，免除一切魔障，也能够去除瘟疫种种病苦，消除世间一切灾难，增长寿命福慧，凡有所求无不如愿，灵应如响。所以西藏人呢更喜欢念绿度母心咒，我们平常啊也常念。嗡达雷杜达雷杜雷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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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达雷杜达雷杜雷梭哈。白度母心咒，嗡达雷杜达雷杜雷妈妈阿哟布涅迦那布金咕噜梭哈，嗡达雷杜达雷杜雷妈妈阿哟布涅迦那布金咕噜梭哈。白度母是长寿三本尊之一，所以一般人希望长寿、增福慧、消病苦，乃至世间的灾劫，譬如传染病、禽流感，我们叫多念白度母心咒。而且常念白度母心咒，
更可断除轮回的根本无明，免除外面的魔障瘟疫。而且当你内心有所求的时候，常念度母心咒，那你就能够一切如愿。嗡达勒度达勒度勒妈妈阿哟不内加内不禁咕噜说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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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达勒度达勒度勒妈妈阿哟不内加内不禁咕噜说哈。变异咒，也就是说把你所做的功德都变成一亿倍，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念个七遍，或是在念佛做法会之前念个七遍，你今天所做的功德就变成一亿倍。嗡桑巴拉桑巴拉托曼拉萨拉玛哈藏巴巴轰啪的说哈，嗡桑巴拉桑巴拉托曼拉萨拉玛哈藏巴巴轰啪的说哈，嗡桑巴拉桑巴拉托曼拉萨拉玛哈藏巴巴轰啪的说哈，嗡桑巴拉桑巴拉婆曼拉萨拉玛哈藏巴巴轰啪的说哈，嗡桑巴拉桑巴拉婆曼拉萨拉玛哈藏巴巴轰啪的说哈。补缺真言，嗡嘟噜嘟噜扎亚木卡嘿说哈，嗡嘟噜嘟噜扎亚木卡嘿说哈，每天晚上念七遍来回向。那么我们白天所念的佛号经咒语，不但圆满它，而且可以增加千万倍的功德，这个叫补缺咒。嗡嘟噜嘟噜扎亚木卡嘿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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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嘟噜嘟噜扎亚木卡嘿梭哈。如意轮咒，也叫满愿轮咒，嗡帕玛。乌须尼夏毗玛勒哄佩，嗡帕玛乌须尼夏毗玛勒哄佩，常念这个咒，念一遍就可以净除无间业障。每天念七遍，保证往生净土。常念如意轮咒，能使我们了解过去事，也能够预见未来事。常念如意轮咒，念完吹口气，在自己或别人的衣服或点燃的香上，这个香气跟衣服啊，就可以净化自己，也可以利益别人。将这个如意轮咒嗡帕玛乌须尼夏毗玛勒哄佩，把它放在你的门槛上，或是车门上，下面走过的人跟友情啊，都可以得到净化，永不堕落三恶道。每天念如意轮咒七遍，功德等同供养恒河沙数诸佛。念完如意轮咒，吹口气，在沙上或是米上撒在死掉的尸体、人跟动物友情，那么曾经破戒的或是已经堕落恶趣的友情，都可以转身上戒。念完如意轮咒，吹口气，在你抹的香水或已经点燃的香上闻到的人跟众生，都能净除恶业，治疗传染病，助成佛道。嗡帕玛乌须尼夏毗玛勒哄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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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帕玛乌须尼夏毗玛勒哄佩。尊胜佛母心咒，嗡普隆梭哈，嗡阿弥达阿哟达帝梭哈，嗡普隆梭哈，嗡阿弥达阿哟达帝梭哈。这个尊胜佛母是主让众生长寿、净除业障的女性本尊。听闻到这个咒的有情众生，永不堕落恶道，天神也不堕落畜生道。如果今天受八关斋戒之前身体净化，穿清净的衣服或海青，能够
今天念1000遍的尊胜佛母心咒，那么就算你命该尽了，都能延长寿命。这样下来一天呢，净除无明业障，更能够消除疾病。在动物的耳边念这个尊胜佛母心咒，能够令听闻的畜生道最后一生为畜生。再来，在一个重病临命中的人之前，让他听闻到尊胜佛母咒，可以消除他病苦的障碍，就算他舍报也绝对不堕落恶道，并能够往生净土。简单的说，他永远不再胎生了。再来，念佛母心咒21遍，吹一口气在芥菜籽上面，把它撒在重大恶业的友情的皮肤上，或是他的骨头上，这个友情包括人，立即脱离恶趣，转身善道。再来，将这个咒放在塔里面、屋子里面，或是屋顶上的繁旗上面，或是自己身上，那么接触到这个影子或被风吹到的一切人跟非人有情众生，皆得消除恶趣的业障。嗡普隆梭哈，嗡阿弥达阿尤达的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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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普隆梭哈，嗡阿弥达阿尤达的梭哈。报父母恩咒。南无弥利多多婆夷梭哈，南无弥利多多婆夷梭哈。学佛的人就是懂得孝顺，所以每天念49遍报父母恩咒南无弥利多多婆夷梭哈，可以回向给现世的父母增福增寿，过去7世的父母往生净土，更可报答父母恩。南无弥利多多婆夷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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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弥利多多婆夷梭哈。除障菩萨真言，我们去帮人家助念，或是希望舍报的动物有情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障碍，那我们要加念这个除障菩萨咒。嗡萨瓦尼瓦那比堪比尼哄哄呸，嗡萨瓦尼瓦那比堪比尼哄哄呸。所以看到往生牌位，看到人家舍报，乃至助念加念这个咒，嗡萨瓦尼瓦那比堪比尼哄哄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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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对方往生净土无障碍。加持足底咒，为什么呢？每天早上睡醒，走来走去，不小心都会踏死蚂蚁或蟑螂，所以早上睡醒的时候，在你的足底或是鞋底或是拖鞋底吹口气。那么吹气之前呢，念3遍这个加持足底咒。嗡盖扎拉干那哄西梭哈，嗡盖扎拉干那哄西梭哈，嗡盖扎拉干那哄西梭哈。记得早上念3遍吹口气在足底吧。嗡盖扎拉干那哄西梭哈，嗡盖扎拉干那哄西梭哈，嗡盖扎拉干那哄西梭哈。吹肉往生咒。嗡阿比拉嘎扎拉哄，嗡阿比拉嘎扎拉哄。我们不得不吃肉之前，你念这个咒3遍或7遍，吹口气在这个肉上面，那么这个肉就得到了超度，我们也不造恶业。
嗡阿比拉嘎扎拉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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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阿比拉嘎扎拉哄。嗡嘎贝拉嘎姆梭哈，嗡嘎贝拉嘎姆梭哈。每天不小心看到自己或别人踏死虫啊蚂蚁啊，就赶快念这个咒，他们就得到超度。每天看到别人吃肉或是自己不得不吃肉，所以要赶快念这个咒来超度他们，广结善缘。嗡嘎贝拉嘎姆梭哈，嗡嘎贝拉嘎姆梭哈，嗡嘎贝拉嘎姆梭哈。嗡嘎贝拉嘎姆梭哈，嗡嘎贝拉嘎姆梭哈。爱染冥王心咒。我们修行人有时候都有欲望，就是爱染心，爱上男女关系啊，爱看电视啊，爱吃肉啊。所以当你起了爱染心的时候，赶快念爱染冥王心咒，嗡哄西德梭哈，嗡哄西德梭哈，就可以把爱染心转为清净的菩提心。所以常念嗡哄西德梭哈，你就会得到一切天人的爱敬，能够令看到你的人都欢喜，能够成就你的心愿，而且能够成就金刚萨多身体的圆满清净相。现在在世间还获得一切法不起分别心的平等金刚心。爱染冥王心咒，嗡哄西德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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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名佛母心咒，嗡咕噜咕勒林梭哈，嗡咕噜咕勒林梭哈。这个咒语就是怀爱法。什么叫怀爱呢？让众生对你不起嗔恨心，而且做生意的人生意好，人缘好，常念这个咒，可勾出众生本具的慈爱怀柔，而且尽能摄法界众生圆满成佛。就像阿弥陀佛也是修这个怀爱法，令众生愿念他的名号，去他的净土。所以常念嗡咕噜咕勒林梭哈，可以得到人天福报，而且具足大权威势，受你的上师或是你的部属的敬爱，属于阿弥陀佛莲花部的法门。嗡咕噜咕勒林梭哈，就是用莲花勾招众生往生净土，共成佛道。嗡咕噜咕勒林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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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咕噜咕勒林梭哈。日光菩萨咒。日光菩萨为受持大悲咒的行者说这个神咒来拥护他。南无佛陀俱那弥，南无达摩摩诃帝，南无圣且多言力地利不比萨多大那摩。念这个咒能够灭一切罪业，亦能够辟除魔障，消除天灾。若每天念一遍，礼佛一拜，一天拜三遍，未来所生之处，你的外貌一一相貌端正可喜的果报。南无佛陀俱那弥，南无达摩摩诃帝，南无圣且多言力地利不比萨多大那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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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光菩萨咒。月光菩萨为修大悲咒的修行者也说这个咒语来拥护他。圣弟弟兔所者，
阿罗密地五多扎，圣吉扎普奈地，耶米罗扎五多扎，基罗地七摩扎，萨波赫。念这个咒的功德，只要念五遍，用五色线绑在身体痛的地方，那么这个咒是过去四十恒河沙诸佛所说，那月光菩萨今天也讲这个咒，为一切修行者做拥护，能够消除一切障难，除一切病苦，能够成就一切诸善法，远离一切诸怖畏。这个咒能够利益三界众生。如果你身上有病苦特别痛的地方，念五遍，用五色绳绑在或是放在痛的地方，让你的病苦消除。所以月光菩萨说，这个咒连咒干枯树都可以生出新的枝叶果，何况有情有意识众生身体有病苦，无不猜者必无是处，一定有用。所以这个咒很重要。圣地地吐所扎，阿罗密地雾多扎，圣吉扎普奈地，耶弥罗扎雾多扎，基罗地七摩扎，萨波赫。圣地地吐所扎，阿罗密地雾多扎，圣吉扎普奈地，耶弥罗扎雾多扎，基罗地七摩扎，萨波赫。圣地地吐所扎，阿罗密地雾多扎，圣吉扎普奈地，耶弥罗扎雾多扎，基罗地七摩扎，萨波赫。圣地地吐所扎，阿罗密地雾多扎，圣吉扎婆来地，耶弥罗扎雾多扎，基罗地吉摩扎，萨波赫。圣地地吐所扎，阿罗密地雾多扎，圣吉扎婆来地，耶弥罗扎雾多扎，基罗地吉摩扎，萨波赫。圣地地吐所扎，阿罗密地雾多扎，圣吉扎婆来地，耶弥罗扎雾多扎，基罗地吉摩扎，萨波赫。圣地地吐所扎，阿罗密地雾多扎，圣吉扎婆来地，耶弥罗扎雾多扎，基罗提吉摩扎，萨波诃。智慧流星咒，佛教是慈悲的，包括对畜生道，我们都要帮助他。当我们手上捧一把水，念一次智慧流星咒，七把水，念七次放到水中，或是念七遍智慧流星咒，吹一口气在水里面或是食物里面，然后把这个食物或水给野兽啊、鸟类啊、水中的动物啊、蟑螂蚂蚁吃啊，他们只要吃到这个食物或喝到这个水，就能够消除罪业，来世往生善道，不再做畜生。所以各位来跟我念：嗡迦那阿瓦鲁嘎达萨曼达萨婆那那内波巴瓦萨玛雅玛哈玛那德勒德勒悉达雅卓那那哄嗡迦那阿瓦鲁嘎达萨曼达萨婆那那瑞摩巴瓦萨玛雅玛哈玛那德勒德勒悉达雅卓那那哄嗡迦那阿瓦鲁嘎达萨曼达萨婆那那瑞摩巴瓦萨玛雅玛哈玛那德勒德勒悉达雅卓那那哄。愿各位常念常布施，普度众生。智具如来心破地狱咒，也叫智具如来心咒。这个咒语只要念一遍，包括无间地狱都碎为微尘，当中受苦的众生皆得往生极乐世界。如果把这个咒用梵书写在会出声音的钟啊、鼓啊、铃啊，一切会出声音包括木头上，一切受苦的众生听闻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咒的声音的力量就传出去，所有十恶五逆等罪业皆得消灭，而且生生世世不堕落三恶道里面。所以这是大慈悲的咒语，愿各位把这个咒语常念，或是把咒轮贴在会出声音的，包括法器啊、手机啊、音响啊、电话啊，这是消业障，也是帮助众生离苦最好的随身咒语，就是放在你身上，你的身体也会有声音，你自己得到利益，也能够利益众生。来跟我念智具如来咒：那么阿舍扎斯蒂南三藐三菩陀具足喃，嗡智喃喃哇婆悉地利
地利哄。那么阿舍扎斯地难三藐三菩陀俱智难嗡智难那瓦婆悉地利地利哄。各位平常可以念心咒嗡智难那瓦婆悉地利地利哄。嗡智难那瓦婆悉地利地利哄。嗡智难那瓦婆悉地利地利哄。马头明王心咒嗡班扎做的嗨呀做瓦呼噜呼噜哄配。嗡班扎做的嗨呀做瓦呼噜呼噜哄配。我们修菩萨道的人总会有一些障碍乃至内心的嗔恨心，所以你事情做得越大哦，障碍越多，就像拿个黄金有人要抢你一样。所以观世音菩萨就示现成愤怒相的马头明王，所以常念这个咒，那么就可以去除菩萨道的障碍，也去除内心的种种啊发菩提心的障碍，更可以降服外魔。嗡班扎卓瓦嗨呀卓瓦呼噜呼噜哄配。嗡班扎卓瓦嗨呀卓瓦呼噜呼噜哄配。嗡班扎卓瓦嗨呀卓瓦呼噜呼噜哄配。嗡班扎卓达嗨呀卓瓦呼噜呼噜哄配。嗡班扎卓达嗨呀卓瓦呼噜呼噜哄配。大宝广博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咒，也叫善住咒。嗡嘛呢发吉利哄，嗡嘛呢发吉利哄，嗡嘛呢发吉利哄。诵这个咒的时候，观想新月轮有一个金色的光，凡是被光普照的一切人跟非人众生，皆得解脱。各位，每天早上睡醒，念21遍嗡嘛呢发吉利哄，乃至在高山。你眼睛所看到的所有众生都灭一切罪业，常念这个咒，让别人听闻了，对方皆可不退菩提。每天早上要出门以前念108遍咒语，你今天所做的事情所求的事情皆圆满。乃至看到造恶的众生做恶业的众生，你只要念这个咒，或是把这个咒摆在他身上，乃至你摆在你自己身上，你跟他讲话，碰到他的身体，对方都得消业障，而且不退菩提。乃至你把这个咒夹在书里面、经卷里面、墙壁的壁板，让对方碰到、看到，都得利益。常念这个善助咒 ，Om Mani Padme Hum， 那么被别人敬爱，你讲话好听有威严，手脚柔软，乃至一切恶鬼、地狱道、畜生道听闻这个咒都得解脱。更重要的，常念这个咒不会有恐怖，不怕盗贼，不怕鬼。更重要的，常念善助咒 Om Mani Padme Hum， 所有身上的病苦消除，现世不再受。那么这个咒轮贴在任何地方，那个地方去除鬼神，大家不容易生病，生意顺利。乃至临命中的将咒轮朝着放着他胸口，他不堕落三恶道，往生净土。平常礼拜这个咒轮，等于供养一切诸佛。所以各位常念善助咒 Om Mani Padme H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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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ni Padme Hum。嗡嘛呢叭吉利吽，嗡嘛呢叭吉利吽。